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节课啊，讲了这个金边第一、班寒第一、孤独第一啊，以及恶鬼的这个触手，这个身体啊，这个痛苦啊。总的来说的话，这个恶鬼呢有这个寒热、饥渴、劳碌、不畏等的这个痛苦啊。具体来说的话，这个不同的恶鬼所感受的痛苦也不尽相同。还有呢，以后你们观修的这个引导文啊，不是很长，可能就说啊，这个呢，你们要结合这个讲记来，这个如果想思维广的话，这个来结合啊，这样的话，你这个观修起来的话，可能就思维的话，就思路的话更加进一步了。引导文的话，这个已经是比较长了，再做这个很长的话没必要。还有呢，可以参考啊这些啊，以前也讲过这个无垢观尊者的这个大圆满啊，心性修习的这个大册书啊。普贤上师言教啊，前年备忘录等啊，这些啊，这样啊，可以这个参考来这个来进一步的来思维。上面这个讲继续讲这个恶鬼这个痛苦啊，思维恶鬼之苦啊，分二种啊，一这个引住恶鬼啊，这个二呢空游恶鬼。第一呢就是啊引住恶鬼啊引住恶鬼呢就分三，一呢就是外障恶鬼，二呢就是啊内障恶鬼，三呢就是特障恶鬼。第一呢就是啊外障恶鬼啊，所谓这个外障恶鬼的话，就是指啊这个啊是指恶鬼啊以这个饮食具有这个外境的这个障碍啊。此类恶鬼的话，甚至在说啊数百年之中啊，连水的名称也没有听过啊，整日呢啊就是在这个饥寒糟粕之中啊，经常会寻找这个饮食啊，这个四处这个游荡啊，结果呢也是一无所获啊。有时候呢就说看到远处啊，有这个清清流淌的这个碧绿的这个江河，以这个僵直的这个身体的话，就是很难支撑着这个巨大的这个腹部呢，就踉踉跄跄的走啊走，啊，这个痛苦呢，这个异常又疲惫啊不堪的这样，可是到了这个近前的话，那所有的这个水的话，已经这个干渴无疑了，仅仅呢就是剩下这个河床，啊，他们呢就是感到这个万分苦恼啊这样。有时候呢就是远远望见这个果实累累郁郁葱葱的绿树依然如这个前一样就是赶过去，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跟前的话，所有的这个树木也是干枯成了这个树干结果他们也是更加这个悲哀不已痛苦不堪的有时呢看见就是说品类这个繁多的饮食美不胜收的这个受用但到了近前的话，结果也是这个遭到许多这个全副武装的这个看守用兵器就是说这个殴打驱赶真是就是说说不出来这个痛苦恐惧和这个痛苦对于这些恶鬼来说的话，就是夏季的这个月亮原本是清清凉凉的，但是呢他们却感觉这个火热这个火燎冬季的这个太阳的话原本是这个非常温暖的这样当然就是说但这个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是但是这确实就是说这个寒气逼人，十分刺骨实在是受尽了这个折磨此外呢，就是师弟论玉云月至如煞日，风处如火焰雨滴如羊汤履地如热灰意思是呢，就是意思是这个以这个特殊业力所感月光炙热如夏天的这个烈日。这个风吹到身上就是如被火烧雨滴到这个身上的话就像滚烫的这个铜汁一样在地上呢就行走如这个踏在这个热灰上第二呢就是内脏恶鬼所谓那个内脏的话就是都是指自己的这个根身所具有的这个障碍有些恶鬼的话口细如针眼根本无法这个进食有些恶鬼的话这个咽喉的话就细如这个马尾本来想跟这个开怀这个畅饮大海之水只能就是说却无法这个进入他的咽喉有些呢就是恶鬼口唇燃如火迹食物一入口呢就已经烧焦成炭了即便能这个喝到水但还未这个入喉就已经这个被口中的这个毒火烧得这个滴水不剩了有些那个颈部长有这个巨大的这个阴云根本无法这个吞咽，有的这个患有这个颈瘤，只能喝其中的这个脓液等等。有些恶鬼呢，虽然没有这些问题，但他们腹部大如盘地即便稍微这个得到一点饮食，也根本无法保住。
即使这个腹内稍微有一点这个饱的感觉，在夜间呢，这个腹部这个腹内也会这个燃起这个大火的烧尽了这个心肺的所有的这个内脏，这样的话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当然他们就是说走动的时候呢，就是说灰白色的这个茅草的般的这个肢体的话，却难以支撑大颅这个盆地的这个腹部增上这个。这个痛苦到极点了。这种身体的话，它特别大，但是这个脚特别细细了，这支撑点太什么？就像我们说有一个上面放个支撑很重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几十个木棍啊或者什么东西很难要握要压被弯，或者最后这个压掉要掉咬断了这样。内脏恶鬼呢，就是在这个外脏恶鬼的痛苦的基础上呢，感受就是上述的种种的这个痛苦，对于这些恶鬼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外境的障碍能够得到这个食物，但是呢，因为这个根深的这个障碍这个缘故呢，也无法这个自然饮食，这就是由这个自身这个障碍饮食，上面的这个外脏恶鬼呢，就是到跟前呢，它变成了这个干涸或者脓血这样等等这些，但是呢，内脏恶鬼呢，虽然说得到了饮食了，但是到他跟前的话，也是这个没办法这个吃进去的，或者吃进去就烧成这个炭灰。在人间的话，虽然见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恶鬼，但有些人的话的人是有些人的这个处境的话跟恶鬼没什么两样的。比如就是患食道癌症的，就是什么饮食的都吃不了稍微吞一口下去的话，那喉咙马上如火烧般的疼痛这就是3次的这个夜感。当然呢，就是人间的这个痛苦的话，再严重也无法这个以恶鬼之苦就是恶苦之苦相提并论的。有些呢，人呢，只是一天没有吃饭，或者仅仅的这个晚了几个小这个两三个小时，就感觉到饿不了了。有些回来有些家里面可能没有给他们及时做饭的话，就大闹为什么不给我做饭呢？可能有些人甚至这个可能脾气不好呢，就是砸碗砸锅都有这样，这样的话，对。可是呢，就是说你的肚子的再饿的再怎么饿呢，也比不了这个恶鬼的这个痛苦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这个我们应如理的这个思维恶鬼的痛苦对他们升起这个大悲心经常这个就是修法的时候呢，就是行持善法的这样为他们这个做回向。第三呢，就是特障恶鬼所谓特障的话，是一种特殊的那个障碍的有些特障恶鬼的话在其庞大的这个躯体上的话居住着成群的这个小恶鬼。这些小鬼的话，不断的这个大食走大鬼除此之外呢，还有许许多多不定的疾苦。那有些这个特障恶鬼的话与这个食物本身就有这个障碍例如就是有的恶鬼的话，名这个猛咽慢呢，这个所受用的一切饮食呢，全都是燃烧的。以此引言的话，这种恶鬼饱受饥渴之苦呢，不停的不曾停息。有的呢，就是。恶鬼的话名为这个食粪秽这个吃的是粪便那个喝的是尿液或者呢只能受用不清净生熟这个生熟臭秽对自己有损害为人这个所厌恶这个厌恶呵斥的这个食物。更有甚者的话，只能割自己的生肉作为这个食物无福受用其他这个精妙的饮食。像这样的话就叫做有饮食自体有饮食自体而障碍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南耶毗卡寺中还有一则伊尔尊者的公案当时这个伊尔尊者的话走进一座这个园院其中有一个这个狮子座有位这个相貌这个端严能所习见的妇女坐在这个上面狮子座的这个侍长呢，三着这个四个恶鬼当时的美妇的话，远远看见尊者前来就位尊者商主，您远道而来，渴了吗？饿了吗？就是尊者说我很饥渴。妇女呢，为这个伊尔尊者准备的这个美食琼浆并叮嘱说千万不要给这四个恶鬼食物。伊尔尊者说承蒙您施以琼浆美食，我一定照办。当时妇人呢，想要将这个恶鬼夜报之事展现给尊者看就进入一个房间隐身常住尊者呢，就是开始呢享用这些食品时诸位恶鬼呢对这个尊者说您大慈悲愿您赐予这个小许饮食
尊者呢，就是心生这个怜悯，就扔了一些这个食物啊给他们，啊，没想到呢，第一个恶鬼的食物呢，变成了这个炎热的铁碗，第二个恶鬼的食物呢，变成了麦糠，第三个呢，变成了脓血，第四个呢，变成了自身血肉。而是呢，就是第一个恶鬼的这个口吞热铁丸，啊，铁丸烧身，发出一股恶臭啊，妇人闻到气味的话，就出来高声对尊者说，啊，你这样做太不对了，啊，你不应该给他们饮食。啊，尊者说，他们苦苦哀求，啊，我心生这个怜悯啊，心生悲悯，为何不能为何不能给他们饮食？啊，当时妇人说，我的悲心比你更大。这四个恶鬼，一个是我的夫婿，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儿媳，一个是我家奴。啊，尊者又问了，你们是以这个什么这个业力转生到这里呢？啊，他说呢，南瞻部洲的这个人生信号仪很难相信，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人这个当真的，啊，还是不说为好。啊，尊者就说啊，这我已这个亲眼见到了，怎么会不相信呢？于是那位美女恶鬼呢，开始这个绘声绘色的讲了起来，啊，我前世这个是婆娑婆村的这个婆罗门女啊，时逢岁星日，家中准备的这个丰美的食品，尔时圣者啊这个扎旃延尊者前来化缘，我心生欢喜，供养了满满一钵盂的这个食物给尊者，啊，当时我转念又想啊，如果我能啊这个让我的啊这个夫君欣然随喜供养。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于是便告诉丈夫说：“啊，我今天上佛陀的弟子扎旃延尊者啊，惊现了斋饭，这个但愿你也这个随喜。”可是呢，就说万万没想到呢，丈夫这个听后呢，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在没有供养诸位婆罗门之前呢，你居然就是先供养了那个秃驴，你怎么不供养这个热铁丸给他呢？”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这个道友啊，这样有时就是这样，可能这个有些做了一些善法，可能也想为养家人亲人的这个来暂时供养，可能没有观察，也会有时候这个时候也会有啊，因为如果他不信啊信仰佛法的话，也会可能这个说一些这个道业的这个话语的，难免的这样啊，有这个造这个业的话，这上面也会一些具体的啊，就是后来就是他说，我又对这个张弛是对儿子说了这样啊，儿子也是气急败坏的说了。你怎么不供养他这个麦糠？后来我派了这个一个奴仆送食物给亲戚，他在路上悄悄偷吃了。回来后呢，我直问他，他信口胡说的。我若在路上偷吃了，愿我以后喝自己的脓血。后来我的这个亲戚们送来这个送饮食来，结果被我的这个新媳妇盗食。我又问他是否私下偷吃了饮食。他妄言去回答道：“没有，如果吃了，愿我以后吃自己的生肉。”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我暗自这个就暗自立下毒誓，愿我以后呢亲自看到你们这个遭受报应。所以说呢，可能有些人如果说这个安忍心没有修得那么好的话，看很多人对他特别欺骗，说很多话语啊，这样可能心里面也要暗暗自发着可能不好的这个愿呢，这样也会有的。这样方面你就要注意。正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恶缘的话，才使我这个堕入于恶鬼。否则呢，这个以这个供养圣者扎旃延这个扎旃延尊者在世的功德，我完全能转生于地势天宫，而我的夫婿、儿子、媳妇以及这个奴仆，就是这四个恶鬼。上主，如果您去我曾住的城市，请转告我那沦为娼妓的女儿说：你的父母啊、兄嫂以及奴仆啊。都堕落在恶鬼中，由于先前所做的这个恶业呢，而感此痛苦啊，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啊，断除非法恶业。一二尊者说的，南瞻部洲的人生性多疑，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的。美女恶鬼回答说，如果他不相信就告诉他这个，你母亲生前的卧床上有四个装满黄金的瓶子，还有金杖以及。及这个金枣罐的，你可以取出这些财宝，任意使用，还要呢时常供养扎旃延圣者，然后念诵我的名字做回向，这样一来的话，可以使我的业力减轻，直至消尽为止。
可见呢，就是发恶愿的这个后果的话，很可怕啊。美女恶鬼的话，他的这个媳妇啊和这个奴仆啊都发了这个恶愿，导致的这个业力成熟时所发的这个恶愿全部这个实现。又因为他们这个所发的在恶业的这个有些这个堆积也很严重，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善护自己的这个口业，不要随便的这个随便发誓，特别是面对业的时候呢，说一些就是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之类的话语，这个等业力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真的会变成了这个厉鬼了，到时候呢后悔也来不及了，万法这个唯心造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这个起心动念，不要这个发恶业的，要经常发善业。如果这个遇到的这个危言逆境啊，我们要学会转为盗用啊，一味的这个气急败坏的这个气急败坏的责怪他人也是于事无补啊。那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话，一定要这个对照这个自心，比如今天学了这个公案了，公案的话就应该以此来观察自己。那自己的话，就是我是否真正相信我所说的公案呢？这个我是否相信因果啊？那我以前是否发过这个恶业呢？是否说过这个毁谤三宝的这个话语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恶业的话，那应该怎么样？怎样就是应该怎样才能忏悔清净啊？那我如果遇到这个类似公案类似的事情，应该怎么去面对？对照就是观察对比之后呢，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是起心动念都要这个谨小这个慎微第二个呢，就是空有恶鬼，空有恶鬼呢是这个分散的居的这个恶鬼包括了这个妖精啊、亡鬼啊、死魔啊、厉鬼啊、鬼女啊、独角鬼啊等等这些呢，就是恶鬼呢始终都处于提心吊胆这个担心就怕以及这个恍恍惚惚的，这个错觉状态中，经常居心不良怀有歹意惊情于害他的恶业他们死后呢，下场多数是这个离奇，堕入这个地狱等恶趣的深渊这个没办法，这个造了这个业，因果成熟的，他不是说由他去的，他亦敢索取，他必须要这个去造这样的业，造这业呢，就更加业这个更加重。所以说呢，那感受更加痛苦，尤其这个男人的事呢，就是他们生前无论是这个病死的，还是被兵器所杀死的，以及这个悬梁自尽等的这个方式横死的，每隔7天的话，都要以那种方式感受一次的死亡的痛苦。那他们想把这种痛苦转移给别人，所以呢，无论到哪里呢，都是损人不利己，本来欢心欢喜的来到昔日的亲朋好友面前，结果呢，使他们这个重病缠身或者呢精神疯狂等这个遭受不幸这个瑜伽师们呢，就是说做了这个对他们就是做了这个压胜凡魔这个抛正这个夺马食指等等，就是说这个主烧这个抛主烧抛仪轨这些仪轨这些恶鬼的话就被镇压在这个地上这个黑咕隆咚的地方这个长达数节。或者呢，被烧在这个做火尸的这个烈焰中，有时候呢，就是咒师们呢，就是抛洒驱邪戒指或这个石子使这些这个恶鬼的这个头颅这个裂成这个百瓣但这个人要感受这个诸多的这个痛苦的折磨。还有些恶鬼呢，还为这个就是说还会献为这个鸟狗的这个旁生到处这个散播传染病同时呢，还要这个遭受各种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痛苦。他们这个时刻都摆不了这个痛苦也同样也要感受一般痛恶鬼所感受的这个冬季太阳寒冷夏季月亮这个酷热等这个反常的这个现象的苦恼我们平时总认为这个鬼为害人的就是千方百计去降服他们且不知道呢，就是他们呢，就是因前世这个恶业的这个恶业堕为这个恶鬼这个极生的话就是极生以这个各种方式的这个害众生，此时害行的话又辗转这个生于这个恶趣中转生于这个生生世世得不到这个解脱实在是可怜所以呢，不管这个恶鬼呢，就是怎样损害我们，我们都应以这个悲心这个对待。不能以这个恶欲去这个降服。
驱逐他们的。那我们平时还要这个多啊，应该多为他们念些，就是说火石仪轨啊的啊，涅槃经呢，就是涅槃经的中的话，就是啊，这个佛陀这个曾对这个恶鬼的话啊承诺道，就是说啊，从今啊，就是啊，从今以后呢啊，我会让声闻弟子啊为你们的不施饮食，只要有修行佛法之处啊，比丘必然为你们啊这个施食。若有住处啊，不能施食者，啊，当知此辈非我弟子，而是天魔涂党眷属，啊，所以呢，在汉地寺庙呢，就是每天午饭之前呢，均为这个施食，啊，并诵这个偈云：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晚课的时候呢，这个寺庙也为这个做这个蒙山施食，啊，这个布施恶鬼。啊，在施啊这个啊在施食的过程中呢，应当多念这个佛说救命啊这个燃恶鬼陀罗尼神咒经中的这个咒语啊，南米沙瓦达达嘎达阿瓦罗格迪我们三巴拉三巴拉轰啊，这个在火石仪轨也是有这个咒语的啊。经中说呢，是啊，阿难就是我若欲作此啊这个啊施食法者，宣此饮食安置净盘器中。啊，诵此陀罗尼咒啊，咒时七遍，依门内立啊，展壁户外啊，自盘净地，坛子七下，作此施以啊，依其四方有百千巨子，乃由他恒河沙数恶鬼，于一一恶鬼前各有摩切陀壶四壶九斗饮食，如是鬼等啊，遍皆饱满啊，四诸恶鬼啊。吃此食已，虚舍鬼身，尽得升天，同时呢还可以念这个，还可以念这个世尊如来名号以及这个观音心咒等，世尊如来名号的话，即是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念诵的多宝如来名号呢，能令这个恶鬼啊，恶鬼中呢具足财宝啊，称意所需，受用无尽。念诵妙色身如来名号呢，就是能令恶鬼众呢不受这个丑陋啊，诸根具足，善好圆满，啊殊胜端严，啊天上人间最为第一啊。念诵广博身如来名号呢，能令恶鬼众啊咽喉打开，业火停烧，清凉通达，所受饮食得甘露味，啊念诵离不畏如来呢，啊可令恶鬼众常得安乐，永离不畏。清净快乐。那此外呢？根据这个唐朝不空大师翻译的这个瑜伽集啊，集要这个咽口施食仪啊，还可以这个为恶鬼念诵，还可以为这个恶鬼念诵以下的佛号，即就说南无宝胜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世间广大威德自在光明如来啊。以上呢，就是。都是这个修行人这个应该这个经常做的。当然对于这个这个鬼魔作害虽然应这个心怀慈悲但必要的时候呢也要这个遮持。当然就是说这个遮持的话，这个也是这个以这个慈悲心菩提心来这个去行持的也不是要以这个嗔恨心来去做以前的话，法王力宝这个一行这个弟子的话，从这个上一次出来，就是说要接近这个青浦神山时的话，突然从前方来了一个，就是面目丑陋蓬头垢面这个獠牙毕露的这个魔女张牙舞爪的冲过来试图这个制造这个障碍法王力宝呢，就是显现了这个莲师的这个愤怒相声色俱色的这个呵责道。你既没有这个听闻过莲师的教言，也没有这个目睹过他的尊严，经常到处这个损害众生，我亦遭罪多日现在又妄图给我这个密宗一家师赊账，你不会得逞的现在我施以你菩提心的食品将你压在大地下九年法王力宝呢，就是以这个猛烈的这个降伏法制服了这个疯狂的魔女，并吩咐他这个发誓不再造。不再做保护这个保护佛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做的话，法王力宝以这个都是以这个菩提心来这个来做来的，不是说以这个嗔恨心来这个做降伏的这样的话，就是
啊，这个违背我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本意了，这样。啊，恶鬼的数量就是堪布格孔在这个《前行备忘录》里讲的，说啊，有的这个长达万年之久，啊，有的呢则比这个比较这个，啊，这个这就比较这个短命，啊，因各自业力的不同啊，数量也并不固定了。啊，转生就是说恶鬼的原因的话，就是说啊，堕入恶鬼的根本因呢是吝啬，啊，成了诚实的女人啊，因饮食等，就是说生迁贪心，故堕恶鬼。对饮食财物等升起这个吝啬心和贪心啊，就会这个啊堕入这个恶鬼道啊。正法念处经云，一切恶鬼皆为迁贪嫉妒因缘啊，生于彼处啊。除了刚才这个讲的这个贪心和吝啬，此处又加了这个啊嫉妒心啊。人与人这个交往过程中啊，这些心态都很容易产生的啊。希望大家的话对照啊自己啊这个进行这个观察，并加以对治。有些人可能做了这个布施啊，或者给别人呢 送给别人一些东西啊，这样他就特别这个家里面有些给他干什么，好像他以前还对我这个造言，对我们家还是不好的，这样给他干什么，这样这个特别容易的，好像好多家庭都有的，这样不注意的话，可能很容易就是产生这个嫉妒啊，这个艰难啊，这个也是这个堕入恶鬼的因啊，也这个其中的因。此外的就是啊，《业报差别经》中啊，这个讲的恶鬼的十种因啊，如云之一者身行啊轻恶业，二者呢口行啊轻恶业，三者呢意行轻恶业，四者取于多贪，五者呢取于恶贪，六者呢嫉妒，七者呢邪见，八者呢爱着之生啊即便命中啊，九者呢因饥而亡，十者呢就是啊孤渴而死啊，以四十业得恶鬼报。来这一点后面就是我们要依据经典所言观察自己是否造过这些业因啊，如果有的话，主要通过这个啊持咒等方式啊，具足这个四种对治力来这个忏悔恶业啊，同时呢还要这个知道就是啊，现你这个作为这个恶鬼的众生的话非常可怜啊，这个应当就是想方设法呢，就是说啊布施一些饮食给他们。啊，此外呢，就说佛说这个护净经云，说以不清净手啊，触这啊众啊众生净气，以不净手啊，触三门净食，以不净食着三门净食中啊，以不净食食这个生故后五百世中啊堕恶鬼中啊，传集北岩经中就有一则公案的。啊，尊者目犍连的话，就是在树下啊，这个遇到一个可怕的恶鬼，啊，尊者为他的前世造了什么业？恶鬼说：“我现在又渴又累啊，难以开口啊，您最好去问佛陀啊。”于是目犍连就问了佛陀，佛陀说：“啊，在迦摄佛时，有一沙门就是野路而来，口干舌燥啊，这个上一个打水的这个女人啊，要点清水喝，那女人却说啊，哪怕你渴死，我也不会给你啊这个水喝，啊三门只好这个离弃。后来呢，又有这个乞丐前来啊乞讨，但此女啊生性这个悭贪，啊还是不以布施，啊他此后呢就堕落恶鬼，啊以如是因缘感受如是痛苦的。可见的话就啊堕为这个恶鬼的因的话，有时呢就轻易便可造下的。我们以后这个要遇见啊，就是乞丐啊或者可怜人呢，就是说在不吝惜的这个情况下做一点布施的话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啊，不然的话以后这个啊这个特别吝惜的话那个有很可能就是堕入这个恶鬼道中啊。总而言之的话，在这个世间界中呢，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内障外障特障恶鬼啊，也有不计其数的这个妖魔鬼怪啊，他们都在这个感受难忍的这个痛苦。那我们了之以后呢，啊应该啊，因怀着一颗就是慈悲心啊，发愿代受这些众生的苦难，并尽量对他们给予帮助啊，念一些这个佛号心咒等啊，把修法的这个善根呢回向给他们，令他们解脱痛苦啊。就像夏天这个草地上倒点这个饮料，不知不觉会聚集无数蚂蚁啊。那我们这个民食口吐口水啊。啊，这个倒洗脸水啊，倒洗菜水啊，
也会引来这个，引来很多这个恶鬼啊，这样也就是说啊，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个也会念一些这个观音心咒等的这个啊，就是说啊，来做回向啊，啊，虽然这个水啊，这个比较脏，但也呢，就是能令这个恶鬼呢，也得会得到这个利益，而且他们也不会这个互相争食啊，这个伤害啊，这些行为，这个我们看了这个特别危险，但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行使，这也是啊，利益众生的一种方式嘛。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做的话，这个时刻，这个以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方式呢，很多。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这样一点点的时间，啊，这也是对啊，这个利益众生调和，啊，这个调伏我们的这个相续啊，这样改变我们的相续啊，这样方啊也是特别好的。啊，三呢就是旁生之苦啊，旁生的处所的话，啊，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说啊，旁生和人天共住啊，此外呢没有其一的这个处所。啊，居舍论智释就说呢，就是旁生就是指这个水陆空行啊，其根本处所呢，就是啊，这个就是大海啊，其一旁生都是从这个大海中流散出来的啊。旁生的种类呢非常多啊，大体可以分为这个海居旁生啊，或这个散居旁生两种。海居旁生的话，就是住于四周之间的这个大海中啊，鱼啊、螺啊、鲸啊等这个如这个九条般的密密麻麻的遍布在其中。而且散居旁生的话，是指注意这个高原啊、高山平原呢、啊、水中啊、岩洞、虚空等处啊，如这个昆虫、蜂鹰啊、飞禽走兽等啊。旁生的身体的话，随着旁生的这个种类不同，身体也不尽相同啊，这个有大有小啊，这样不尽相同啊。旁生的这个数量的话，无有定准啊，对吧？最长这个可以达一个中劫啊，如居舍论所说的，旁生最长一中劫。啊，例如这个安子龙王，这个啊，梵米呢，就是叫啊德巴迦啊，这个八大龙王之一吧。的数量的话，这个长达一个终结，啊，寿命极短者的话，仅仅一瞬间或者一天，啊，比如呢，这个蜉蝣之虫的话，啊，朝生暮死，啊，中间的长短则很难以均数的。啊，旁生的痛苦的话，那旁生的这个啊，这个旁生最根本的痛苦呢，就是这个愚痴了。一恶恶业的这个障碍的话，那受生为旁生，受生为旁生的根生的话啊，心思极其这个愚痴啊，不能机缘解义啊，不明这个因果取舍啊，所以不堪为这个修道的法器啊。比如啊，旁生啊，对旁生这个宣讲佛法啊，除了这个个别的具个别具有殊胜善根之外呢，啊，确实都像这个对牛弹琴呢啊，他们就是啊，这个心思愚钝了。心识安顿的这样啊，这个听不懂佛法啊，更不能思维分析，所以呢，就无法去入修行啊。即便告诉他们这个念一句观音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是啊，就能成佛啊，他们也不会这个念的。此外的话，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啊，就是说啊，这个愚痴无明啊，无法改变善恶淡死的天性啊，所以呢，就是难以就是躲避寒热和疾苦的折磨，更无法这个摆脱的被人这个。啊，这个欲死啊，任人宰割的命运。从旁根旁从这个旁生的分类角度来说的话，啊，这个四维旁生之苦呢，分为二等，以这个海居旁生和善居旁生嘛。第一呢，就是海居旁生，啊，在这个啊这个漫无边际的大海中啊，鱼鲸啊、螺龟虾等的，就像这个酒糟一样密密麻麻的。其中这个长蛇啊、鲸鱼等这个大动物的身量呢？可以围绕这个须弥山啊，这个数周小的动物、小的水生动物的话啊，则如这个微尘或针尖一般的。那这些海居旁生的话，也是这个弱肉强食的，大的就是吞噬小的啊，这个小的话，这个啊，这个径直刺入这个大的身体啊，这个啊，噬食它的这它们啊，每一个的庞大的这个动物呢，身上都有这个成群的这个小寒生啊，蜗居啊，这个。啊，就是蹴鞠居啊，就是蹴鞠窝住啊，蹴鞠居住在啊，这个并以这个其为食。有时候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在受不了这个痛苦的折磨的话，依靠这个岩石上的这个摩擦啊，身上这个那些四下的小生物的这个血呢，可以染红了这个素油型的这个海面啊。我们可能那么大的鲸，有的不一定，像那个牛啊，可能很多蚊子啊，扒在那里。它一擦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这个小的这个生命也被擦了很多，这个牛的身上也会拉了很多血的，也会有啊，有些
耳朵也会能看得到的。有的动物的话，就是出生在周与周之间的话，这黑暗地带的或者暗无天日的这个岛屿上，啊，甚至这个连这个啊自己身躯的这个躯体啊也看不到，母子呢互不相认，啊，凡是到口的这个就吃，啊，如是这个相互啖食，格外痛苦的。啊，由于现在这个捕鱼啊这个业啊非常发达，很多这个海洋的这个生物的话，成为人们的这个盘中餐，甚至因此呢，就是啊濒临这个灭绝。在沿海的一带的话，这个据说这个就有这个捕鱼的这个网啊，都是有这个像这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这样啊，撒进去的大海的就能捞出无数的这个鱼虾，为了保鲜的话，他们就是立刻都要冰冻起来，活活的就被冻死，感受不可思议的这个痛苦。哪怕是体积庞大的鲸鱼等海洋动物啊，也因为身上的这个鱼刺啊等这个被而被残杀。第二呢，就是啊，善居旁生，啊，善居旁生的话，尽管身在这个人间天境，但也就是说啊，这个啊，感受着愚昧和这个被缢死的痛苦，啊，比如这个龙王呢，就是常常遭受这个大鹏鸟的威胁，以及呢面临这个热沙蚁的这个危害，而且呢，鱼池呆笨，啊，心狠手辣，啊，毒气冲天等等啊，这个非常可怜，啊，除了看不见的这个龙以外呢。啊，我们在人间可以这个清楚的看见的旁生也是非常可怜的，啊，比如这个无有主人饲养的这个野兽等啊，时时刻刻呢都处于这个万分惊恐的这个心态，啊，即便吃一口食也不得安稳，啊，那个经常啊这个面临啊互相啖食，啊遭猎人捕杀，被猛兽吞食等险情，啊，就是啊这个药鹰这个捉鸟雀啊这个鸟雀吃小虫啊这个已经。啊，充分表明了这个这些旁生本身呢，无时无刻啊不在这个啊，就是说啊这个遭相互残杀的恶业，而且呢，就是说猎人们呢就精通伤害残杀这些众生的这个技巧，如设陷阱啊、撒网咒的、猎枪射击啊等，啊，就是说瞬间时他们就说啊这个丧命啊，这些捕杀方式啊，你们这个看什么这个动物世界里面呢，可能这个电视等啊都有，有些旁生的话，因为这个身上的这个角毛。这个皮等的，就是说被凿瞎，啊，例如就是说人们这个为了这个珍珠而这个采集海贝啊，为了这个象牙象骨啊，这个这个猎杀大象啊，为了这个兽皮而捕杀这个老虎豹子，啊水獭这个以及这个狐狸等啊，为了麝香而捕杀獐子啊，为了这个熊胆啊这个蛇胆的而捕杀这个熊蛇等啊，为了这个获取血肉杀害这个猪羊牛马等。他们的身体反而就成了这个送命，啊，这个送命之鹰啊，真是这个痛苦至极啊！举例来说啊，这个啊，现代呢，就是说现代社会人们的话，就是为了得到这个熊胆的这个制作药材，啊，就是说对这个黑熊的，就是啊，造下的这个惨绝人亡的这个恶业，啊，首先的话就是啊，这个人类的话在野外的话设下这个陷阱，将熊呢就捕捉，啊，随后呢把他们这个关进这个笼子里。啊，给他们穿上这个铁衣，使他们这个无法动弹。啊，接着的话，这个熊肚子的话被这个人类呢挖了一个洞，啊，插入这个铁管到这个熊胆里。啊，为了节省成本的话，也不对他们使用任何麻醉剂。啊，伴着这个淋漓的鲜血，鲜血的话，胆汁呢就这么流入了一个就是说就是说钢制的这个兜里。那黑熊呢就像。啊，就人类一样，这个咬紧牙关，禁不住弓起身体，忍受这个剧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这个发出歇斯底里的这个吼叫，这个实在是太悲惨了，可因为这个铁衣的话，他们这个无法动弹，想自杀也自杀不了，黑熊就这样，就是说每日被采取这个胆汁呢，就2次，一直持续这个10年。感受呢，这个剜心剔骨之痛，7200次，这是呢，就是怎样的这个折磨？那由于这个抽胆汁的伤口从来不闭合，伤口的感染，很多次的熊呢都患上了这个肿瘤，得了癌症，这就是残忍的这个活熊乞胆曾有一只这个母熊在人类要对它的孩子开肠破肚之际的话，就奋力这个掰开拇指般的这个粗的这个铁笼。冲了出来，周围的人呢就吓得四处逃窜了，
和大众呢，并没有这个理会那些人的存在，而是呢，就是说飞快地跑到小丑面前，用那个笨拙的手掌的话去解开那粗粗的这个铁链呢，但是呢，怎么解也这个解不开，那他只好呢，就是亲吻这个小丑，勉强的把他就是依偎在自己的怀里。用舌头的话就是舔这个小熊，就是舔这个小熊的泪水，突然呢，就是大熊呢就狂叫着，用自己的巨掌呢狠狠的这个掐住了小熊的脖子，一直呢就是吼叫着，用尽力气的这个掐着，直到这个小熊的身体的话软绵绵的倒下来了，他才松开了自己的这个手，看见你死去的孩子的话。他呢，就说，这个呜咽着，这哀鸣着，这个最终呢，就是一把这个扯下啊，就是说一把扯下身上的这个光兜，那钢管带着这个半个这个板蓝飞了出去，那肚子上呢，就是说皮毛呢，顿时被鲜血这个染红只见他这个大叫一声的话，疯了似的，就是向墙壁这个撞起，那墙壁的话，就是轰然倒塌的。那母熊也就这个死去了，所以说这个稍微这个有些人性的这个看到这样的情景的话，能无动于衷的这样如果是没有买卖的话，就没有这个伤害的，请大家就说拒绝这个购买皮毛这个熊胆蛇胆等这个动物制品让这些残害动物的这个行为终止，也不要再为这个口腹之欲杀害死这个杀生害命。让我们这个还给动物自由生存的空间呢？作为这个主人饲养的这个动物的话，由于这个愚痴、这个呆笨的缘故的话，就连这个屠夫手拿刀剑来到面前的时候，也只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的，根本不知道这个逃避此外的话，这些动物的话，没有一个不感受住这个被人这个挤奶驮运货物遭人阉割这个穿透鼻孔心情这个耕地等这个许多众多的这个鱼死的痛苦，比如这个牛马等这个牲口，即使这个背上已经伤痕累累的，却要仍要驮运货物，被人这个骑乘这个艰难的行路，当他们实在走不动时的话，那狠心的这个主人的话，就用这个鞭子的话抽打或用石头猛击这些牲口，从来也不曾这个想过他们同样有这个辛苦的疲惫，患病疼痛的这个感受，成群的牛羊的话，从这个肠粒就是说从这个身强力壮到这个老气横秋，只要呢，就是说还没有到派不上用场或就是说气绝身亡之前的话，就无有这个羞耻的这个被主人利使用，一旦这个衰老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呢。或者呢，被这个主人一刀这个结束性命，或者呢，被这个卖给别人，无论如何呢，都摆脱不了这个被宰割的这个厄运自然死亡的几乎一个没有即使就是说看起来养尊处优的这个宠物狗或者呢宠物猫这样也很容易因为主人一时的变故呢，落个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下场遭受寒冷和饥渴的这个折磨。就是说，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流浪猫、流浪狗这样也好多这样，那这样，总之就是说这个作为旁生所受的痛苦实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那我们应该想方设法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设想一下呢，就是我们不是想设想一下自己受生为畜生时的话，就苦不堪忍的这个景象，以此发起真切的这个这个感受的。转生为这个旁生的原因呢，就是如《变异经》云，有五事作畜畜生这个一犯戒失窃，二负债不还，三杀生，四不喜听受这个不喜听受经法，五呢常以这个因缘艰难灾会多为旁生的因的话，佛经里呢就是说的特别清楚，所以呢我们要随时都要这个注意。否则一旦把这个不小心犯下，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那受生旁生的这个圆满有力的知音的话很多这个其中最坏的这个例子的话是这个不敬这个佛法和法师以及这个畜生的名字称呼犯行者等
如这个前毗罗的势力呢，就是往昔这个迦斯佛时代的，有这个婆罗门这个前毗罗对这个迦斯佛这个的诸位比丘说了马头牛头许多这个样的恶语结果呢转生为这个头上的这个长有这个18个头的摩羯夷，在长达一劫的漫长的时间里面就不得解脱。这个当这个结当这个果报这个从尽后呢，又堕入这个堕入地狱呢，此公案呢出自这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言卷轴大家可以就是说参考学习。王林宝就这个注释的时候呢，就也经常先讲这个公案，法王的这个上司的投稿卢玉宝呢也是常常提起的这样，并要求所有的这个眷属和弟子呢不能给别人起绰号在学院呢以前法王林宝这个传讲本愿精神呢，就是说特别希望这个听受的人越多越好。但是不少人的话，就是说认为这个本愿经的话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没有什么不懂的啊。当时呢，就以这个各种借口做气的，这个上司也是就显得这个很不高兴如果不明白这个因果取舍的话，没有因果的正见的话，即使这个听再多的秘法也没用啊。所以呢，大早以后呢，就是在这方面呢，一定要注意。类似的公案的话，在讲解这个因果不虚的时候呢，也举了这个好几个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样，这个总之的话，我们每当我们就说目睹遭受痛苦的旁生的话，应该就说深深的思索，设身处地的观想，如果这般剧烈的这个苦痛落到自己的这个身上，那将如何忍受得了？那我们每个人不但要对总的旁生界友情呢升起这个强烈的悲心。尤其对于自己饲养的动物，要多一分仁慈，多一分爱心尽力保护它们事实上的话，乃至从婴及细微寒生以上的所有动物，都同样有苦乐的感受。而且呢，这些旁生无一例外都当过自己的父母对他们升起慈悲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事的。对于上述的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圆满具足这个前行、正行。后行来思修，对于上述的道理的话，前面就是这个一定要这个，前后这个就是说以这个三书圣来摄持，也是这个特别重要，前面你讲了，就是说地狱恶鬼旁生三恶趣，综上所述的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投生在这个三恶趣中的任意一处的话，都必然要这个受苦受难的，而且这种苦难的话，数量也是数不胜数的。程度的话也是无比激烈，那时间的话也是极其漫长的。更悲惨的是的话，就是三恶趣的这个众生的话，由于这个愚昧无知，无有这个正法光明致使所作所为仍旧逃不出恶趣的因。一旦升到这个恶趣的话，就很难再有这个出头之日了。也可以说是想要这个再度解脱，实在是难是难之又难了。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堕落这个恶趣也是欲念驱使不断的在造恶业，造新的这个恶业，那就说旧的这个恶业还没有断尽这个还没有消磨尽，又只有新的这个恶业这个造，所以说使之它更加特别难这个处理的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自常序中的在今生或者个它是一定这个滋存了这个许许多多的转生恶趣的这个罪业。所以呢，现在务必要这个诚心诚意的努力的忏悔以往所造的恶业，立誓今后呢绝不再犯，并且对这个生在恶趣中的友情升起强烈的悲悯心，一定发愿，一边发愿就是将自己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这个沦落恶趣的这些众生，但愿他们就是能早日脱离恶趣，一边这个思量发心我如今有幸一道大乘佛法，有了这个行持承办自他恶力正道的基缘，一定要刻苦求法，精进修行，将来就是接引所有恶趣众生往生清净净土愿上师三宝加持我获得这样的能力，并且呢就是祈祷上师本尊念诵法愿，最后呢就是将善根为上众生对于这个上说的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以这个就是说前面讲的，就是要以这个为上等这个三书圣来摄持，来实地这个修持如果有人想的话，生在三恶趣中的的的确确是就是说痛苦的本性可是呢就是说三三气也就是说
该是这个幸福安乐的吧？就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山上去呢，同样就是说无有快乐可言。上面讲的是说人类之苦啊，人类之苦就是也就是人类的处所啊，人类居呢就是说四大部洲和八小洲啊。根据居舍论所说，这个啊南瞻部洲啊，南狭北广，行如马车。中圣神州呢啊，行将如啊这个如同这个半圆。犀牛贺州呢为圆形。北俱泸州啊，四边相等啊，为这个正方形。啊，人类的这个身体的话，就是各州人类的这个面相的话，和此州的这个啊地形相似啊。此外，如这个居舍论啊，占卜州能量啊，三轴半四轴，东西北周人啊，辈辈增如次，一轴呢就是等于。啊，指尖啊，从这个指尖到这个肘关节的长度啊，三际众生的数量以北岁时，就是南瞻部洲的人类的身量高的为这个四轴，啊，矮的呢就是三轴半，啊，东胜神州的人为啊的八轴，犀牛贺州的人为呢就是16轴，啊，北俱泸州人的为呢就是32轴，啊，这个北俱泸州的是啊最高的。人类的这个数量的话，如居舍论中语说，啊，北周定千年，啊，西东半半简，此周寿不定，后时出婆娘，啊，北俱泸州人，北俱泸啊，就是北俱泸州人呢，就是寿，啊，北俱泸州的人寿的话，定量为这个1000岁，啊，犀牛贺州人寿呢就是500岁，啊，东胜神州的人寿呢这个250岁，南瞻部洲的。这个寿量呢不固定，节末时人寿只有这个10岁，节初时呢人寿这个5000岁啊，期间呢啊会随着时间或增或减。人类的这个痛苦的话，啊，普贤上师言教中呢，就是将人道的这个痛苦呢分为这个3根本苦和8支分苦2部分啊，其中呢3根本苦呢就是苦苦、行苦、病苦啊，这个3根本苦呢不仅是人道众生所特有的这个痛苦，而且呢是。整个这个六道众生呢，都不可避免的这个痛苦的啊，在这个第13课呢，这个总体思维轮回过患这一点当中，已经这个啊，已经这个对这部分的内容啊进行了分析的。下面主要这个从这个8支分苦的角度来这个宣说这个人道的之苦。人类之苦的话，那分八，就是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啊，五呢厌憎会苦，六呢这个爱别离苦。七呢，求不得苦；八呢，就是五取运苦。第一呢，就是生苦的啊，本来呢，就是人类有这个啊，人类呢就是有啊这个胎卵湿化四生啊，但因就是南瞻部洲的人呢，大多是这个胎生啊，故此处的话也主要是从这个胎生讲这个胎生之苦，因为呢胎藏等的关系的话，我们对以前所受的生苦的已忘得这个一干二净了。啊，但以后啊，如果再获人生，还是得承受所有的这个生苦的。一呢，就是助胎之苦，从入胎到出胎之间的胎位的胎内五位，以及呢，就是说身体之分发育的每个阶段中啊，就各有一种痛苦。啊，根据这个《大宝积经》啊，《单满心性修习大乘书》等这个经论所说啊，这个中阴意识进入这个父母照顾。白虹明点融合之后之中啊，就融合之中啊，第一个7日的话，形成如水银般啊，荡荡悠悠的零落啊，会产生就是像在啊地狱个大铜锅中啊被烧煮的痛苦啊，如大宝积经云：初7日时，胎居母腹，如泄如拥啊，卧在粪秽说啊，如处锅中。啊，生时即啊，生根即时同居一处，啊，壮热煎熬，啊，极受辛苦，名结罗兰。第二个7日呢，形成如这个柳絮，啊，鼻涕状的膜泡，表里这个如这个稠落或这个凝疏，啊，大宝积经云啊，卧在粪秽，如处锅中，生根即时同居一处，壮热煎熬，极受辛苦。同样感受啊，如在地狱铜锅里这个煎熬的这个痛苦。第三个7日呢，成为这个如母子型的这个血肉，非常柔软，
第七个、第七、第四个七日呢？这个称为炉蛋型的煎肉，肉团坚实，稍微能触摸，第五个七日呢，形成如这个莲花瓣状的枝节，两臂、两肩、身头等这个啊这个等形分啊这个分出现。大宝基金指出，就是第三七日、四七日、五七日广说炉前，意思是都会感受像前面一样的痛苦。第六个七日如鱼形，两轴两栖出现。第七个七日如鸟如就是如乌龟状，因双手的这个这个双足出现，酷似龟形比喻。到了这个枝枝节节诸根都齐全的时候呢，胎儿会觉得母胎里非常狭窄，臭气扑鼻，漆黑一片，仿佛感到了这个关在监狱里的痛苦。当母亲吃热的时候呢，吃热的这个吃热的饮食的呢，就胎儿就感受到自身火里这个灼烧一样的痛苦。母亲食用凉的这个饮食，又会给她带来的浸在冷水中一样的痛苦。母亲睡觉之际呢，她感受到呢，就是如同被大山压着的一样痛苦。母亲饱足的时候呢，她又觉得像这个砸在山崖间的一样的痛苦。母亲饥饿的时候呢，她会有如她为的这个有如堕入这个万丈深渊般的痛苦。那母亲在行住活动的时候呢，她会觉得像这个被这个狂风席卷一样的痛苦。如果现在我这个要我们装进一只这个装满各种秽物的这个铁瓶中的话，那盖上盖子住上一天，那根本无法忍受。然而我们却被逼息在这个极其狭窄、黑暗、肮脏、恶臭的母胎子中呢，就是待上就是差不多100天，想想看，这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痛苦？因为呢，出胎之苦都这样，就说助胎这个数啊，这个助胎月数啊，这个月数圆满以后呢，这个紧接着就是面临出生的这时刻。那人在出生葬人在就是说出胎葬身时呢，由于就是说山有夜风吹动的话，那致使这个头足倒头足倒转也就是呢，就是说大头朝向当通过产门时呢，好似被一个就是大力士拉着这个脚拽出来塞在这个墙壁上一样痛苦。从盆腔中间出来的过程中呢，就好像通过铁斧头上的铁拱一样的痛苦。如果母亲产门过于这个狭窄而生不下来，也许就这样就是惨死在母亲的肚子里，或者呢母子二人同归于尽。就算这个侥幸没有送命，但也是就已经感受到了接近死亡的痛苦了。莲花生大师曾形象的这个说着，母子二人终因迈半步，母除颌骨鱼骨皆分裂，因而就是生下来后呢，这个被放在垫子上呢，这时他觉得像落到这个荆棘丛中一样痛苦。当护士就是剥脱背上的这个胎膜时呢，他又觉得似乎被活活的剥皮一样的。在这个擦拭他身上的不净物时呢，也感受这个好像被这个荆刺鞭子抽打。当母亲呢，就是满怀慈爱的这个将他抱在怀里时，被他就是他反而就是觉得像就是像雏鸡被药鹰叼着一样的痛苦。当他放在床睡床上时，就是他感到沉溺在这个粪尿里一样的。当然就是说作为婴儿，不管是饥饿、口渴、疼痛还是苦恼，他也是只能是嗷嗷这个啼哭的。随着这个岁月的这个流逝，那昔日的婴儿也在不断的这个发育成长，到了就是说少娃之年的话，表面上看到这个青春美满，但实际上呢，就是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的缩短，一步步的这个走向死亡。出生以后呢，那此生的一切琐事没完没了的，就好像水面这个波纹一样，这个此起彼伏，不断的这个涌现，而且呢，这一切呢都是与这个罪业紧密相连的。结果也只能就是说成为恶气之因罢了。受苦
收生苦的时候呢，就是说不能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不能这个隔岸观火的心态，又按照这个经论所描述的这个痛苦，仔细思维，想到自己将来必然会跟这个遭受生苦，像是亲身经历一般有深刻的感受。有人以为这个生苦已经就是受完了，所以没什么大碍，但是要知道的话，在没有斩断轮回之前的话，光是生苦这一种苦的话，就是这个无量无边极难这个极其难忍的。宗喀巴大师说，就是说在八苦当中，特别对这个最初的生苦和最后的五趣运苦，必须认真修习。所以说这个很多人的话，可能对这个生苦的在观修的时候呢，不是这样，可能没有这个做对，一下子就观过去，一下子就没有这样的观修的话，还是不能这个升起这个相应的量的。第二劳苦第一那就是声色衰退，无论年轻时呢，就是说是美是丑人老的时候呢，就是都会这个容颜衰退。腰弯成弓，头发这个头发花白，额头呢就像这个用久的这个砧板一样，布满了这个皱纹，脸上乃至这个身体出现了这个黑斑，体内的这个血肉减少，使得这个骨节暴露无遗，关节也全部突出在外的，就是形色枯槁，这个没有光色，牙齿脱落等由于这个身体的这个适应的变异的话，就使容貌衰变，变成了不可爱之相，犹如丑陋的这个愤怒母一样的。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特别好看很多年轻人，这个人特别漂亮特别什么美尤其现在的可能还有贤姐贤什么美女美什么这样。可是呢，这些人看的话，这样一到老的时候，还是逃不过这个岁月的这个。我折磨，最后呢，也一看呢，变成这个丑陋的愤怒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应当的话，就是前面的这个观察，容貌衰退之相，才会这个明白，这个衰老的这个带来的痛苦，人人都幻想着自己的，就是说能这个青春永驻，所以呢，老来这个盛色衰退时呢，便有一种这个无法面对的痛苦，现代人的话，就是想用这个美容等的就手段留住这个容颜。这个只是自欺欺人而已的这样，智者的话，应当从此处的话，善者观察，觉悟人生这个是苦的真相之后呢，一心这个寻求这个出离，气力这个气力衰退，弥勒日巴尊者说，拔出木桩之起势，这个敲捉小鸟之走势，重物落地之作势，倘若具足此三时。祖母身衰，心易败。人老之后呢，这个气力衰败的，站起来的时候呢，不能就是自然而然的立即起立，必须呢就是要双手这个撑地，那姿势的话，简直就像从这个坚硬的大地中就是说拔出木桩一样。行走的时候呢，双足不能这个竖起竖落，就像儿童蹑手蹑脚的去这个捉小鸟一样。只能弯腰低头，蹒跚而行，稍微走，就是说走快一些呢，就会这个气喘吁吁了。而有的老人的话，就是只能依靠这个拐杖站立或者行走，所以呢，行动呢异常艰难。坐下来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手脚所有的关节疼痛难忍，不能轻缓坐下，身体的话沉重的落下的时候呢。如同这个重物扑通一样，这个一身这个堕落到这个地上一样。此外呢，就是老人呢，因为没有这个气力，所以呢语速缓慢，说话呢口齿不清，而且呢就是说因这个身体的这个风脉衰退，老人身心的这个承受力的忍耐力呢都很脆弱，这些呢我们这个就是说能没有，现在还是年轻的，没有到老的时候可能没感受，但是也能看得到如果这个自己这个老的话，也能这个亲身可能感受到的第三呢，就是诸根衰退，人老之后呢，就是诸根这个衰退如果这个是个心息这个大圆满心息休息所说的什么根思闭眼不见色，身香触味皆不觉，意念不正
不轻痴啊，痴沉睡沉眠，啊，享用外境力微弱。这个耳根塞退后呢，就是老眼昏花了，啊，根本啊，这个根本无法看清远处和、这个细微的东西，连看书也很困难了，啊，需要这个啊放大镜才能看清。耳根塞退后呢，啊，他在他耳边呢大声说话，才能稍微听清楚。啊，鼻根塞退后呢，这个香味、臭味也分不清；舌根塞退后呢，就是已分辨不出各种味道；牙齿也一颗一颗掉落，无法这个咀嚼食物，而且呢，说话起来呢，就是也是口齿不清等。啊，身根塞退后呢，因为这个身体的四大紊乱啊，体温失调啊，衣服稍微这个单薄啊，便感觉这个冷的这个要命，同时身体呢支撑力下降。无法承受这个沉重的衣服，还要遭受百病缠身呢，多重这个损脑的折磨。一根塞退后呢，啊，这个神志不清，非常健忘，啊，所以往往刚才说过的这个事情，啊，转身就忘了，啊，所以呢，见这个熟人的话，也说不出对方的名字啊，想不起，啊，自己将这个东西放在何处，啊，老人呢，就是处在这种啊糊涂的状态中。啊，此外呢，就是常常这个心胸狭窄，爱发脾气啊。受用的这个境界啊，这个衰退第四个，受用的境界衰退啊，人老之后呢，就是受用境界衰退啊，所受用的饮食的话，就是难以消化啊。虽然心里呢，就还是非常羡慕武艺的享受啊，其实身啊，就是说、啊、心有余力而不足啊，这样啊，没有能力啊，这个受用色身参味触等这个欲尘啊，比如这个前身啊，这个容颜。啊，衰退的话，啊，想要这个梳妆打扮的念头已经啊消失了，以至于就是说穿的衣服总是这个破破烂烂，啊，沉甸甸的。这个由于舌根的这个功能丧失，啊，感觉所有的这个食物、啊、都是冷冰冰啊，脏兮兮的。那由于身体沉重的话，无论怎么样啊都感到不适，啊，这个四肢啊，就是即便四周都有依靠物，也不能这个经常从床上这个起来。啊，卢米尔日巴尊者也。啊，身着沉重啊，褴褛衣，口径啊冰冷混浊时，啊，睡处似成皮垫褥，啊，倘若具足此三时，能够啊践踏次正事，啊，此时呢，就是说，即使这个众人百般这个欺辱，啊，在他头上啊跨来跨去，也站不起来，好像无有尽够分别的这个憎恶者一样。但是老人不要以这个憎恶者的话也是这样的，好像这个，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哎呦，这个人我们家的这个什么老头啊，可能憎恶了吧，这样可能有这样，这个不一样，我虽然说有相似，但是不是啊？受用境界的工具啊，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以诸根衰退的缘故啊，受用境界的能力呢，自然这个也随之衰退。啊，收用境界的能力的话，衰退的缘故呢，啊，感受这个啊，这个感受劳苦了。啊，比如这个年轻的时候呢，说虽然这个精力充沛，六根明利，但人们却天天啊用它来，就是说啊追逐欲尘啊，舌根好的话，就用它来这个受用这个美味，啊，或者你说这个恶受用恶美味，而且这个美味的话，都跟这个杀害这个生命有关啊，这个或者呢就是恶语其语啊。啊，就是说唱这些流行歌曲啊，等等，啊，生根好的话，就是便用它来这个造业、散乱啊，就是说啊，这个跳舞啊、打杂等等，就是一根名利的话，啊，却很少用在这个断恶行善上，反而用来这个追逐世间八法的。所以呢，这个年轻这个时呢，虽然六根名利，但如果没有把握好方向的话，就会啊，这个变成造恶的这个工具了。啊，以佛法来说的话，这个。啊，在自己六根有能力的时候呢，就应该这个善加利用，啊，学习佛法，眼根好就啊，应该用来就是深入这个经藏；耳根好的话，就应该啊，就是好好的闻思教理，啊，这个舌根好的话，就是说要用来这个宣说善法，啊，这个持咒念佛啊；这个身根好的话，就应该行持善法，啊，为佛法为众生的服务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善用了这个人生的。六呢，就寿量衰退，人老之后呢，就说寿量减少，一大半的寿命呢已经用尽了，很快为这个屈辱死亡。
老人的这个心态的话，就是很复杂。一方面的话，实在是承受不了上述的这个种种的衰老的痛苦，希望早日结束这不惬意的人生；另一方面呢，又总是害怕死亡的到来。这就是老人的这个痛苦的。萨迦班智达也说了，诸人羡慕得长寿，又复恐惧成衰老，畏惧衰老望长寿，此乃愚者之邪念。萨迦班智达在这个格言保证论里面就是讲的，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就是讲的话，就是一边渴望这个长寿又这个担忧，但是呢又害怕这个衰老，这真正这个愚者的这个邪念来到了。一切我们想的话，因为这个老了，老态龙钟啊，做什么吃什么都不吃痛的，很多都是在痛苦折磨当中的。所以说呢，越老这个活得越老的话，这个痛苦的会越延长越老。但是呢，又一方面又害怕死亡，为什么害怕死亡呢？死亡的话意味着一切都失去了，这样受不了这样。还有因为没有修行的原因，就是在死亡可能遭受这个死亡的痛苦，也是承受不了的。董尔瓦格西说。受苦虽重而死短促，此老这个此老最重死亡的痛苦呢虽然严重，但是呢命根断绝的时间短促，而劳苦呢最为深重所以说这个劳苦的话比这个死苦呢还要这个折重戛当派格西呢这个加玛瓦这个说，就是年老渐至尚可忍受，当下降临其苦难忍。今晚呢，我们以这个少壮之身这个入眠，明早起来，如果发现自己足根已不明理，身体老态龙钟我们这个如何能忍受所以呢，我们这个应该趁现在呢，足根智慧身体等着就是还没有衰坏的时候呢，赶紧修法，否则的话，当都是劳苦这个肩破，形同死亡，足根衰败呢，举步艰辛的时候呢，还谈什么修法呢？对了，很多人就是想，等我退休啊，等我老，等我什么的时候啊，等我这个儿子或者孙子啊，什么什么这个他完了，我再好修法。到时候你连可能走都走不动，而且呢，到这种老了，可能被这个儿孙呢，可能这个经常谩骂的话呢，更加这个遭受的很多痛苦的这样第三，这个病苦人的这个身体的话，本是这个四大组合的这个性质，当这个四大不调的时候呢，必然这个遭受这个风胆炎等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这个折磨这个苦恼万状。第一呢，就是他说呢这个病苦的病后呢，身体性就是身性变坏就算是就是精力充沛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这个精明强干的这个壮年人可是一旦不幸染上这个病患疾患的话也会像这个石头击中这个鸟雀一样身衰力竭，无精打采，甚至呢卧床不起身体稍作运动也很困难如果问他你哪里痛他连迅速回答的能力都没有讲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睡眠时呢辗转反侧怎样这个躺卧都觉得不舒服夜不成眠而且呢觉得白天晚上都是这个都极其漫长，简直这个度日如年。第二呢，就是不能受用业力的境界食欲不振就是不想吃不想喝如果某些这个喜欢的东西对治病有损害，那么即使想要这个享受也不得自在，而且呢就是行住坐卧的各种危机呢就是说也都不能随心所欲你想怎么样呢，想这样想那样不可能的三，对于不称心的境界受用呢，心里虽然不愿意也必须勉强受用为了这个治病的话必须勉强服用自己不喜欢的饮食药物等这个被迫这个感受药味的这个苦涩酸等这个痛苦，而且为了治病呢还要忍受放血火灸开刀针灸化疗等的痛苦这个有病的人的话肯定就是对这个可能更加感受第四呢，就是说病后呢增长了这个忧苦，多处在这个忧苦之中就是病情这个严重的患者的话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这个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对别人所做的一切事都看不顺眼性格也比以前要固执的多，如果病期过长的话，护理的人呢，
护理的人呢，也不能这个一如这个既往的这个耐心这个啊照顾了。所以说这个，有的人的话就是遭受这个魔障或者恶缘的这个牵制的话，那身心无法自主，那真是迷乱中的迷乱了，也有这个因此而气行短见了，自杀身亡了。比如这个得这个不治之症，很多人也有一样的啊。如果患了这个麻风或这个脑出血之类的重症，那活着和几乎和死的这个没有两样啊，就是说被驱逐人群啊，自己呢就是也将这个看成行尸走兽的。还有现在就是得病或者得一个病重的这个得那个植物人是吧？对这个植物人的话，可能开始的话可照顾照顾，最后人都跑完了，可能不愿意了，这样很多。啊，这个特别，给别人这个很多厌恶，自己做肯定没有的，根本没办法的。啊，我呢就是疾病令啊，这个病根啊，命根的话迅速罹患，故而这个备受痛苦，是吧？想到这场大病呢，可能会导致死亡突如其来，啊，于是心惊吧，这样胆战的这样，啊，就问了，到处问医生，我这个病怎么样，什么时候好啊？这样可能。啊，都害怕医生说你活不了几天了，我这个痛那个痛啊，是不是？哎呦，这不行啊！现在很多人这是不是有什么病？有的人可能这个被一些这个惊吓了，可能没有这样的就啊，这个被惊吓的这个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啊，身为这个病人的话，时刻遭受着这个疾患折磨的这个万分痛苦。第四呢，就是啊，死苦啊，无论是这个啊，受尽而亡还是受。啊，未尽而夭折的话，终生都要感受这个死亡剧烈的痛苦。那人说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就是说躺在床上呢，啊，不能这个起身，见到饮食的话，也会这个也是这个无动于衷啊，遭受这个死亡的摧残啊，郁郁寡这个寡欢啊，闷闷不乐啊，丧失了这个以往这个英勇无畏的这个胆识，以不可一世的这个傲慢，那等候在前的这个就是这个迷乱的这个显现，已到了这个大限来临之际的话。就是尽管这个亲朋好友这个在四周这个团团这个围绕，可是呢也不可能啊，就是啊，就是圆化自己的事情，啊，这样呢这个时候呢也只有独自一个人感受气息分解的这个痛苦而已啊，纵然拥有不可估量的财产眷属啊，也无法带走这个一分一文一人一仆啊的啊，虽然心中这个啊对这个词啊难割难舍，但是呢他们也不可能随身而行的。所以说，有些到死了时候，哎，我的银行账户还有多少钱呢？我这里在哪里放有钱啦？这样可能那个人还没还我钱呢，可能会，可能他没有把那个专注的这个把那头上想，最后呢，可能到这本来一个，啊，这个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很注意的这样啊，我们是让这个业哪个上现钱啊？这样的话，这个，啊，但是呢，很多人会被业绩还是想的这样。啊，当我忆这个往日所造的这个恶业的话，实在是说啊，痛心疾首。是有的人说，想到恶趣的苦难的话，而又这个异常痛苦，那死亡这么突然的到来的话，令人这个措手不及啊！当然就是说，感到这个满目凄凉啊，生存的景象就这样化为这个泡影啊！怎么令把的会不令人就说感到绝望啊？往往啊，这个惶惶不安的、啊。所以说呢，到这样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我还不想死，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呢。”这样，这真正无常现前，还有哪个阎魔法王这个来啊？这个到来的话，这个不可能的。这样，还有你想做？哎，我家里面东西还那么凌乱，我东西我还没有招待后事呢，可能还有这样啊，交代我的财产怎么分配啊？这个你由不得你。就是说，尤其是一个，就是说啊，罪业这个深重的人的话，在弥留之际，可回想起以前所造的这个恶罪业的话，而害怕堕落在恶趣，回想自己这个自由自在的时候呢，没有修成对临终有力的正法啊，真是这个追悔莫及，心里说不出的这个刺痛啊，禁不住这个啊，这个手抓胸口，结果呢，在胸前就是说留下深深的指甲和印痕，终这个完结了一生啊。如弥勒日巴尊者说。若见罪人死亡时，唯是因果善知识。啊，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呢，恶趣的使者已经来到，就是这个面前啊，在他迷乱显现中呢，会看到了，就是牛头马面等这个阎罗族啊，所有景象呢十分恐怖啊，一切感受呢都唯生痛苦。此时的话，四大的内收，呼其窘迫，上气不接下气，啊，肢体颤抖，意识迷乱，啊，白眼上翻，直直不动啊，
这时候呢，就是说明已经这个离开了人间，随着阎罗这个使者的到来呢，中阴的境界全然显现。那时呢，就是说才是这个真正的就才真是就是无依无护，孤苦伶仃啊，都这样呢，就是赤身裸体空身，这赤身空拳的离开人世。所以说这个没有这个这个修法的这个你没有生前没有这个能好好的修法的话，这样的话就死相现前的话是非常恐怖的。有些人你们你可能有些人能见到，有些人就为什么这个特别死这个死的这个相呢特别难看，这个特别恐怖，我们所以也不能就说确保这种死亡的话今天绝不会降临，而死时除了正法以外呢没有其他可以这个依仗的对象。卢颂云就说念法始从母胎生，出生之时亦死法。我们对佛这个对佛法的话必须要时时就是说意念观修，而这种教义的话，最好是从这个母胎中这个开始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的话，不管是老是幼，死亡都有这个可能突然而来临的。所以，我们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呢，就必须修持对临终有益的这个正法。只可惜的话，我们在此之前的话，并没有意念死亡无常的观念，而一直就在这个福气灭顶、醉生梦死中就是。虚度时光，整日的为了这个住宅、财产奔波忙碌，为了这个亲朋好友、这个好友等，就是说，竟然以这个贪嗔这个贪嗔蹉跎岁月，浪费光阴这的确是就是说令人感到这个遗憾的事对于这个以上的道理的话，我们叫这个深思熟虑这就是所谓的观修的。那观修共同前行特别重要希望的这个每个人都牢记于心。今天就讲到这。那么德耶他们这是八天多年的八站南八县长结果那些瓦龙是八爷这边这里做啊做啊说